故意喷女士香水，看看她的反应。就等了吧？怎么？外面是不是有点冷啊？好点了吗？那咱去吃口饭去。行啊。你想吃什么？吃什么都行，店子都好吃。那咱上楼上看看，走吧。 他已经感觉出来不对劲了。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啊，我变更帅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和别人约会完才来找我的呀？跟别人约会完？没有啊。那你身上哪来这么大香水味啊？可能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坐地铁，被人挤的。 挤到香水味儿了，那地铁你两个坐那么远，他身上得喷了多少香水能染到你身上啊？我就可能不小心碰上了。不小心碰上的，你现在身上香水味儿这么重。哎，你生气了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……那你们生气这是干嘛呢？ 我吃醋了是吧？我身上这么大醋坛子味儿，你闻不着啊？那我闻闻你身上有没有醋味儿？你看这个，能不能除除你身上醋味儿啊？送给我的。对呀。那这不是地铁上那个女生，然后小气鬼。